我，啊，仿佛已经闻到那种邪典的味道了。哎，我叫梅森，各位安安好啊。接下来啊，好久没录这系列了，哦，真的好久好久。其实好像也没多久哎，应该只有两个礼拜吧，两个礼拜前左右。最近啊，夏天的时候有点就是不想太操啊，操我那台电脑，就不想跑大作没，你们知道吗？哦，所以哦，我就夏天的时候我会多录那些啊，那些点功法啊。不过大部分啊，绝对是恐怖游戏啊，可是并不是你们想象中的恐怖游戏。我早就跟你们应该有认识我或是了解我的人，你们应该都知道吧？我通常不会录那种什么那个、啊、躲避吓人的那种那个什么 jump scare 啊，一大堆什么小的那种恐怖游戏。我的原则跟规则很简单，虽然说要逃亡，但我一定要有一种可以能改变事物的行动的恐怖游戏，就是哪怕一丝一点改变也好。对啊，这一部呢也不例外。好，我们开始吧。哼，哎，那叫什么？现在是主角吗 ？Hutch， 哈奇，随便啦、啊。总之，他现在要到森林面郊游了。露营什么的，哎，好像也不是哦。我觉得好像看我那台车不太像是旅游。哎，我有一只狗狗，哎，可爱小狗狗。哎，他那个口音我学不来，我操！哎，我不知道是不是经费关系，哎，那总觉得啊，那车跟那个我那台车好像一模一样，可是我那台车感觉就好像不是那个什么，对吗？那边有一个 logo， 哎，好像有算是一棵树吧？我是那什么环保队吗？还是搜救队？啊，好啦，这应该不知道是从哪边那个什么录音打，狗叫声的那个录音打直接靠过来的吧 ？Soundtrack 那种。哎，可是路尾。哎，我的枪呢？啊，说好了，这游戏不是有枪吗？不会是骗人的吧？哇，啊、狗狗还没问根的嘛？哎，这边有人，哎，有人见你。有人足赢了，好像哇哇，好像有人，这边好像应该遭受袭击吧？啥？某种什么那个外族人的突袭？哎呦，这倒是蛮新鲜的。哇！这家伙已确定死亡。这是什么？哦，呜呼！乔纳森的散弹枪。哦耶！有枪好说话，耶、yeah, ，好说好说。就这边死路啊。
好啦，我们直接跑回去吧。等一下，我刚刚是从哪边过来的？靠，有分岔路哎！去那边看看。哇哦！哎，旺财要去哪？旺财，然后他下一任就是狗剩，有没有？现在我最后总共六发，哎，没有很多。哎，好多人，这是怎样啊？集体裸奔哦！这是什么活人献祭吗？糟糕了，他们遇到了那些奇怪的原住民。Stay alive, I can stay。对啊，其他后面左右边那两个应该算是他的同伴吧？对吧？都被开膛破肚了。哎呦，都被献祭了呢！哎，那，哎呦，我靠，我血损太快了吧！啊，我靠，我枪，我没了呢，怎么办啊？哎，那这就是绿节奏，哎，这也太猛了吧！哎呦，可怜，我靠！那接下来我 B， 牛肉罐头之类的。那一次成功补25滴，不过好啦，我现在已经知道那个操作了。可以跟他搭话哎、干嘛啊？哦，你谢，原来他是路人哦。所以说，哦，他是被献祭那个，啊，不是被献祭是那两个，然后。给献祭的人就是那个人，乔瑟夫，而那些原住民啊，把他给那个了，把他们信奉的神封印他的身，乔的身，那是什么？乔纳森的身体里面。但我好想玩近战哦，玩近战会更猛。我靠！搬救兵了是吧？慢，大暴雨鸡鸡呀！切，刚以为我打不死你，但我怕后面有追兵啊！不行啊，不能乱闹。靠，一枪还不见得会死嘞！哦妈呀，剩最后一发了！我觉得这样，这样也算很恐怖的吧？Go！哦，多野哦，好，原路回去的话，我刚刚从这边嘛，这边不可能啊。想也知道一定要回去啊！我的旺财嘞！啊，狗狗它先逃走了，走得开啊！后面有人啊，哦，这里线！等我怕后面，后面还有。
fucking way！ 你不开耶 ，motherfuck！ 还没有可以，有没有可以补的、啊？怎样啊？哎，我居然现在我活动范围那么少哎！哦，好好好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来来来，来，啊！你看呀 ，Merry Christmas。哦天啊，死不了欸，我没有漏打呀，可恶，捡不到，小心捡一个，可恶啊，好，你妈的，哦，卸完的啦，怎么办啊？现在要我怎么办啊？行啊，这边就没办法回去了没？我要怎么做啊？不可能吧？你玩我啊？啊，这边还有，哦，还有还有，啊是，哎是死，OK， 哎，旺财。这，我觉得他好像只有我在做事哎、欸，嗯，还蛮刺激的、啊，嗯，各位你们觉得怎么样？还可以了吧？是吗？这应该也算是有点恐怖成分了吧？对啊，这应该也算是有充斥着被怪物追那种压迫感，有没有？是啊。如果还不满足的话，嘿，我会连接着录了哦。哈哈，我还有那个什么，下一章啊，下一集的斜点工坊我还是会录哦，我可能同一天会上传。哦，如果还不满足的话，哦，我就再录一个给你看。可是呢，下一步呢，我是不会保证啊，它是恐怖的，你们有心理准备啊。不过刺激度还是有的、啊，啊，还可以啦。我是觉得，要是如果出完整版的话，它是单元游戏啦，哦，这个你们就不用笑想了，哦，这也不是什么 demo 版啊，这只是所谓的。就是小品游戏啊，单元剧而已。啊，我是觉得哦，我觉得那狗狗啊，好像我甚至很怀疑耶，它是不是领养的，根本就不是我养的，感觉好像跟它之前没什么默契呢。因为它每次看到东西的时候，它自己先跑啊，对吧？那是小笨狗，那害我好丢脸哦，切，害我被。路人干了两次，好了，
啊，真希望哦，能够如果指挥狗狗去咬那个咬怪物哦，哦，那种临场感就更棒了。是啊，如果有朝一日会出一出完整版的话，还可以加点手枪啊什么的近战啊，啊，这样不是更棒吗？这样那个什么搜救队哦，那个逼格哦完全大幅度提升哎，神鬼纠察队，神鬼搜救队，有没有？我干脆就名字就打这个好了。好啦，那以后好啦，他敢出文整版再说啦，有可能的话啦，希望啊啊、哦好吧，现在辛苦各位今天的收看啊、哦，辛苦各位啊、给这游戏面子，麻烦按个赞加订阅我的频道啊、哦，里面更多闲还有闲点工坊，我的闲点工坊还有更多类似像这样的游戏，恐怖打杀的游戏，全都在这里，自己去找吧。好了，拜拜各位，谢谢观赏。